8月10日，奥运冠军许昕又开直播了。他在直播中专挑网友刁钻又有趣的问题回答，瞬间化身段子手。被问到儿子有没有女朋友时，他说好像还真有，称儿子很喜欢和比他大的女孩子玩。还真有，他挺喜欢跟小女孩玩的，而且是比他大一些的。看到满屏的问号，许昕说这很奇怪吗？应该打感叹号才对。紧接着又接了一句，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等等他，他现在还不到2岁。许昕和老婆是姐弟恋，在被问到是否介意儿子姐弟恋时，他回答肯定不介意啊，不然就太双标了，都没有以身作则。网友顺势又问大13岁能不能当儿媳妇，许昕幽默地结合了自己打球的经验，乒乓球说有1%的可能，就要有100%的努力，你这个大13岁，只要你能坚持住，可能要更加努力。这回答简直滴水不漏。准备下播的时候，许昕摸索半天，最后还没有关成功。好了好了，我先下了啊，拜拜拜拜，以后有时间再直播好吧。记得网友纷纷教他，那么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许昕很有喜剧天赋呢？